高一级不是左家的千金小姐，你搁把我当作狗咧画？你做狗吼，伫涂骹咧白冷冷啊！反正吼，我看你可怜，我跪给你斗三工啊！你不是讲过，你得好好保护叶家，阿呢，我今日拜托你，拜托你救我的后生啊！拄只迄电话是向卡来？是恁爹地卡来的，伊讲德胜查某已经归心啊！知道你是个杂种的话，才不会找你帮忙。现在我被你处理成这样，你这贱女人没干啥的，你怎么放了这个杂种？住手！住手！你干嘛？我是不是要受伤？你高一级不是左家的千金小姐，你搁把我当作狗咧画？你做狗吼，伫涂骹咧白冷冷啊！反正吼，我看你可怜，我跪给你斗三工啊！你不是讲过？你得好好保护叶家，阿呢，我今日拜托你，拜托你救我的后生啊！拄只迄电话是向卡来的，是恁爹地卡来的，伊讲德胜查某已经归心啊！别德胜，我早知道你是个杂种的话，才不会找你帮忙。现在我被你处理成这样，你这贱女人没干啥的，你怎么放了这个杂种？住手！住手！啊！这店面什么拢会写，哪会知影是要有什么人的？德胜，我无预知到你的灾难，我救到你，那是我当初坚持跟你分手就好啊。那这坑里下房间应该是没有桥的啦。德胜是被人害死的，这敢是真的？我一定要确认这个事实。你打开吧。德胜。我就知影你袂放我一个人，让你阿公